见过凌晨四点的高尔克吗？最大的悬赏是一个草帽男孩。人人都是三彩鱼，又三又彩又多鱼。最大的悬赏是一个草帽男孩。我拿过最大的悬赏是一个草帽男孩。最好的秩序就是没有秩序。风斩！少年，九血于你。我最强七少。
Thank you.
是一头预言家。总是丢不完，他们究竟是从哪儿来的？沙藤非常可爱。
他们都说我同情。那是我的前提。
Thank you.